见如来手自开合，非我见性有开有合。来，诸位把笔放下来，看这里，你眼睛看到是不是手，对不对？对天，这见性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手开了，我先握紧拳头，诸位，你的心有没有握紧拳头？有没有？你的心有没有握紧拳头？没有，你心一样如如不动在那边吗？很清楚的看到手字是这样吗？好，是不是手在伸开来？你有没有拉开你的心再继续看到这个掌？不需要啊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啊，是不是？好，再压下来，你的心有没有被这个师父的手啊？这个拳，把这个收这个指头变成拳头，你的心有没有变小呢？没有。我伸开来，你的心有没有变大？也没有。说生说生，其实成智生灭，智性不动，知道吧？永远不行。再被按中啊！我这里再讲一遍，佛告阿难，你看到我的手重重开合，唯是我的手有开有，是我的手有开有的合，就是比喻外禅呐、啊，有开有合。唯复如的见性是有开有合呢，其实见性根本就没有开，从来没有开，哪里有合？从来没有合，也不必开。是阿难言，世尊重宝说重重开合。就是世尊的手自己开自己合啊，我见如来的手啊自开合，你看开合，而你的见性你的心呢根本就没有开跟合，你只是妄动啊。如果产生了执着就变成妄动，如果不执着，这个心性就是智慧心，让它开自然开，让它合自然合，心性怎么样不动，叫做无所住。你就说到修行的重点，开合就表示一切天地万法通通是生灭，有开有合，只要有生有灭，没有一件东西是永恒的，只有这件如如不动的心性是永恒的。所以我们要坚持什么？坚持如如不动，三昧一直现前。所以这个三昧它是需要培养的，它是需要培养的啊，很多的执着慢慢变成，比如说你以前执着一百件事情，每事必烦恼，现在少了五十件，你进步了，在五十件烦恼的事情再浓缩变成五件，你又进步了，五件事情让你挂碍，到最后剩下一件，哎，到最后说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百都是数目，都是观念的，它根本就不存在的，你悟了，成智生灭，自性不动。所以在维摩诘经里面讲了很重要的一句话，以过量超数量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如来藏性是没有数量，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可以推论得出来的，叫做以过量超数量，超越一切任何的数量。因为你有假象就会有数量嘛，你对假象说这是一这二这三这四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如果是性空的话，空性的东西啊，这一这是因为你缘起啊产生错觉，说这个是一啊，哦这是什么，这是一，如果把这个磨成粉末状，那可以变成多少灰啊，千千万万的灰尘啊，对不对？一吹哇都是木屑的灰啊，这个一二三四是从观念来的啊，是在以过量超数量。诸位要进入佛的领域里面，不能执着世间任何的，你身上有多少的财产，有多少的荣耀啊，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所以大悟有什么好处？你一百亿一千亿大悟的人无妨，
他可以救众生呢、啊、像师父这样我可以救众生呢、啊、对不对？没有钱就安分守己好好的修行，有钱就大用现钱利益众生。100亿跟100块对大悟的人的心境完全都是一样，100亿是空啊，当然100块也是空啊，那是观念呢、啊。啊，说哎呀，师父没有钱日子怎么过？你答对了，就是要面对这个现实。啊，师父，我为了这个三餐，也不得不去赚钱。对，你答对了，这就是业，答对了。你要生存了，当然要赚钱了、啊。就是你坐在那边，钱就天上自己掉下来哦。No， 嘛是爱去贪啊，哎，其实但是那叫吉他，你懂呀？对不对？你可以赚钱，但是不要被钱赚走。你能体会师父这句话意思吗？哎，是不是啊？你可以赚钱，你可以做主导，钱赚不走。赚不走你就是你见，表示你见性。钱赚不走什么意思？有钱没钱你的心都是这样子。哎，不要钱把你的青春赚走了，你的清净心赚走了，习舍心赚走了，为了这个一点点钱跟人家百般计较啊，亲朋好友反目成仇，怒目相视，何苦呢？何必这样子呢？哎，所以大悟有什么好处？大悟好处后面两个字多多，嘿，大彻大悟好处多多哦，多多，三昧拢看会开啦，就天塌下来都是 OK 啦，啊，那个啊，师父，有个人在诽谤，在赞叹你，我说哦，又有一个人懂得做功德了，说师父，那个人在批评你。哦，又多一个人替我消灾了。赞叹和诽谤对我有什么关系？对的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我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日子如果你能够像师父这样的体悟 ，OK， 什么境界来就是都是空的东西，沉至生灭，自性不动。所以。大悟有什么好处？幸福不必向人乞讨。哦，这句话可是关键哦。幸福从智慧生，从自性清净般若智慧生，不必向人乞讨。你给我幸福，不需要。为什么？你有智慧啊，是不是？诸位，没有智慧比乞丐更可怜啊。乞丐只是没有钱啊，那些有的有钱人啊，贪婪啊不值啊，那个比乞丐更可怜了，他每天都要向人乞讨金钱了、啊。